下地狱是的，无比漫长的一天。张海峰活在地狱里，他忘了是从哪一天开始，心肠已经可以狠到这个地步。他无法克制对自己的痛恨，也永远无法原谅自己。他怎么也无法相信，他给了自己的最爱穿胸而过的一刀。 他也无法相信，他对王凌宇的每一次伤害，竟然都可以大大的超过上一次。徐科长，徐科长，你来。 徐科长，徐科长，徐科长，没事，咱有办法。你别这样，我跟小雨，我没想到。 我们会走到这一步，现在看来，于公一死，我都输了。徐科长，这事你别管了，交给我。杀了张海峰，让他彻底消失。 船票已经买好了，今天晚上11点的，您看。好，我马上下山，安排陈妈送小芳走。今天晚上，你在这儿盯着，千万别出什么事情。好，您放心。上午的事情，您准备怎么处理？要不要向上级汇报？不用，这件事情。 我们不用管了，交给许兴亮，他对小雨不会怎么样的。不仅如此，而且以后就连张海峰也恐怕不需要我们来对付了。孙馆长，您的意思是？是。 老爷，吴妈，叫小芳准备走。老爷，屋里有人等您。什么人？
奎先生，这么晚了找卑职，有事吗？孙馆长，云先生的事情你有消息了吗？报告奎先生，还没有结果。这是今天下午第八局的陈局长托总务处的兄弟们送来的几张照片，你看一下。是。这是第八局的人在棋盘山的山沟下面发现的一辆烧毁的汽车，里面有几具尸体，其中三具是司徒云、廖三儿，还有李胜金处长。李处长死了？据第八局的人分析，从手法上看像是游击队干。孙馆长，卑职在。出事的当天，这些人都是从白山馆走的。如果不是白山馆有人走漏消息的话，游击队怎么可能知道他们行走的准确路线和时间呢？这……孙馆长，我请求你，在你职权管辖的范围之内，把这件事查清楚。是。还有，十年前李处长给你女儿打的那一针，从今以后，解药你从我这里拿。是，打搅了。孙馆长，卑职在。你会不会因为十年前李处长做的那件事儿公报私仇啊？惠先生，我已对党国多年的忠诚发誓，我和此事绝没有关系。好。进来。馆长，出什么事了？小峰送走了吗？看看这个。馆长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。这个兔崽子，他杀了城官，还有我妹妹。我周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会连累您和白山馆的弟兄。兄弟，谢谢你，我谢谢你替我杀了会议社的人。我们总算对王先生能有点交代了。是啊，
孙科长，您觉得这件事情咱们该如何了断呢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反正云先生他们几个已经死了，所谓死无对证，让他们查去好了。是。不过，我们对付张海峰，还有把小芳送走的事情，得缓一缓。 现在正是风口浪尖的时候，等过些日子，事情平静了，再说吧。是。 二位长官，请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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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任处长，请。 小猫同志的事迹瓶子曾经出现在那个神秘的黑衣人手里。嗯，快说，认识这个瓶子吗？这瓶子，告诉我，你从哪儿拿到的？可是药水不都已经到王老板手里了吗？否则小芳的病也不会治好啊。王老板袭击了他们的车队，把药水取回来了。 那照你这么说，那神秘人和廖三就都已经死了。总而言之，他们现在发现了一点，而且锁定了三号楼。那就说小猫同志暂时看起来还是很安全的，但实际上已经很危险了。现在就看黑牙和龅牙，他们能扛多久了。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，走！快！下面有点到名字的都出去。龚世伟，认识。
下一个，长官，你叫顾长勇。哎，是，好了。张磊，李阳，出来，快快！ 疯子，疯子，我们遇到麻烦了。三号楼地下室里面，要挖通很多块铁板，才能打通发电机房的通路，才能离开白山馆。现在时间来不及了。你在这长大，我想问你，还有没有其他通路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以节省时间。 那，你先告诉我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昨天，你为什么坐在这儿哭？想妈妈了？你知道吗？我妈妈是怎么死的？我妈妈姓房，叫房芳，小名叫芳芳。 她是白神馆最漂亮、最漂亮的女人。我爸爸喜欢我妈妈，后来就有了我。你是白文彩的后代。是啊。可其他妈妈不喜欢我妈妈，他们老打我妈妈，他们只让妈妈在厨房。疯子。 以后有时间再说这些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有没有其他通路？我也跟着妈妈在厨房。有一次，爸爸拿回好多好多的罐头，国外的。我想吃，妈妈就想办法帮我拿。 后来被他们发现了，他们就打我妈妈，把我妈妈给打死了，我就躲在地下边来了。过了好多好多年，有一次我出去玩。 看见好多好多的兵，他们就把我抓起来了，关到了你们一号楼牢房，我就再也没下来过。要不是你，我再也下不来了。你等等。 怎么样，兄弟？找到了，房宇找到一个地方，一直挖下去，就会通到三号楼第四块铁板后面的位置。这样就可以帮黑牙他们节省大量的时间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哎，你说这房宇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房宇是白文彩的后人，在这长大，这里是他的家。 说呢，从来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。现在我们要竭尽全力，挖通岩洞，到第四块铁板之间的通路。
所以除了我，方玉、张兰也要加进来。张兰？对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。另外，方玉不是正常人，需要被人带领，才可以挖掘。哎，兄弟，那个张兰不是在办公区的地下牢房吗？他怎么过来帮咱们呀？办公区的地下室其实都是相连的，而方玉的岩洞跟那边的地下室。 有一个接入口，张兰在夜里可以下来帮我们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说细点啊，现在从刘明义挖粪坑的那个地方，能不能到咱们二号楼的107来？可以。那从咱们二号楼107，能不能通过防雨的岩洞，到达办公区的地下室？可以。那你以前不说过，从办公区地下室不直接可以通到发电机房吗？理论上可以。 那刘明义还挖什么铁板、什么粪坑啊？那不从铁牢一回来，咱们今天晚上不就出去了吗？我忘了跟你说一点，从107到地下岩洞，要走一段地面，就在看守的掩蔽底下，我不想让刘明义冒这个风险。你早说嘛！好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夜以继日，每天晚上。 我都要下去帮忙。你每天晚上都下去？那看守查房怎么办？你找方宇替我睡觉，但是你要看住他。 徐科长，王大夫怎么样了？这么下去不省事儿啊，咱们得赶快想办法呀！你回去跟孙馆长说，就说等王凌宇病好了，我才能回白山馆。是。 报告人处长，孙馆长，第一轮的甄别工作全部结束了。情况怎么样？这里是所有的审讯记录，有嫌疑的犯人一共有9名。根据这一轮的排查，我们可以肯定，这9名犯人嫌疑最大。廖三那件事情，即便不是他们做的，至少也知情，所以被指认为，只要在这9名犯人身上下足了功夫。 一定可以查到那条大鱼的下落。好，好。任处长，嗯，请。啊。喂。 是，卑职明白。您放心。好，好。进来。周队，犯人们都放回来了。都回来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扣了9个人，黑牙铁杆子被扣了，龅牙他们都回来了。 周队长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他们究竟要查什么呀？这个事情你就别问了。龅牙他们几个不都已经回来了吗？把他们几个扔回地下室去。快把粪坑修好。是。我们一定好好干活，您放心，长官。哎，几位大哥，我怎么觉得要出事儿啊？是啊，这下把咱们三号楼的人全给抓回来了。哎，咱哥几个虽然放回来了，可这帮孙子不知道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，把黑牙和铁杆子留在那儿。张旅长，我看这里头肯定有事儿。是。等晚上张副处长来了。我跟他商量商量，走吧，咱们干活去。嗯，走啊。兄弟，走吧。我都打听清楚了，现在小猫、龅牙以及三号楼绝大多数犯人都被放回来了，但是敌人还是留了几个人在审讯楼，其中包括黑牙和铁杆子他们。张副处长好。这两天我看张副处长的心情不太好嘛，所以肯定是遇见什么新事儿了。什么新事儿啊？所谓相由心生嘛，以张副处长的韬晦，还能从面相上看得出来，那说明这事儿肯定不小。冯队长，如果没什么事儿，让我和冯先生单独待一会儿，好吗？不是，张副处长，我想……冯彪，你有完没完？滚蛋！不是，滚不滚？滚蛋！你说冯彪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你刚才说黑牙、龅牙都放回来了？没错，一放回来，周八就继续让他们修粪坑去了。小眼儿，哟，冯长官，有话说有批放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说。我想求你帮我给带点东西。你是我爹呀！没看见我正忙着呢吗？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别碍手碍脚的啊！
回先生，回先生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路上有点耽误了，二位等得辛苦了啊，请。三号楼的犯人，第一轮甄别已经结束，有九个人存在重大嫌疑。把这九个人的审讯记录给我看一下。惠先生，请过目。45分钟之后带我去见他们。是，卑职马上去安排。周黑呀，小的在。多大？小的今年41。哪儿的人？小的是盐城人。张玉凤是你什么人？啊？是小的二房。大房被你杀了？是。因为什么？他奶奶的，这臭娘们在外面跟人通奸。坐下。李小六，在。你为什么进来呢？抢劫。坐下。哦。魏先生，怎么样？把这9个人都放回去。放回去？三号楼所有犯人的审讯记录你有吧？有，给我拿到孙馆长的办公室。是。孙馆长，卑职在。按照辉先生的吩咐，把这9人都放回去。是。魏先生，这是全部三号楼犯人的审讯记录。出去吧，没叫你别进来。是。你要找的大鱼不在你给我的这9个人里面，我现在帮你把他找出来。是。卑职告退。谁知道这群兔崽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抓抓放放，把老子都给搞糊涂。哎，我们下去说话吧。张副处长来了。张副处长来了。啊，走。哎，走。
张副处长，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后来我们这边就都给放回来了。张副处长，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黑夜，你和铁杆子为什么会被留在那儿？这个兄弟就不知道了。不光我和铁杆子，一共留了11个人呢。对，一共9个人。除了黑牙和铁杆子以外，其他的人都和我一样，从2号楼转过去的犯人。张副处长，您给分析分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琢磨着，肯定跟上回廖三儿的事儿有关系。龅牙，你说什么呢？别他娘的指桑骂槐呀！你还有完没完呢？黑牙，怎么说话呢？跟你这没完的怎么着？好了。各位，如果还有什么梁子，等出了白山馆以后找时间再解决。在这儿就要齐心协力。对，咱们还是商量商量怎么办吧。张副处长，你说这两天发生的事儿会不会对逃出去的计划有什么影响啊？一定会有影响。那怎么办？我再想办法。如果有了好的办法，你们就可以不用挖那块铁板了。但在没想出来之前，你们还得继续挖，而且要加快速度。拜托二位了。张副处长，您放心吧。好，抓紧吧。弟兄们，干活吧。疯子，张小姐，好人，你来了。张副处长来了。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来。不，我能干。张小姐也回去。看守晚上是不会去我那儿的，我留下来陪你。疯子，别忘了，你要替我睡觉。睡觉？对。那我去，睡觉去喽。帮我拿着衣服。喏。灯举高点。行，你赶紧睡吧。4点钟叫我啊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记着，睡觉的时候露点屁股，露点腿，听见没有？不，赶紧睡。